无氏太极刀，亦称太极十三刀，属于吴家太极门中特有的短兵器之一。太极刀初始刀形，一面是刀刃，另一面二分之一还是刀刃，故有人称太极刀为单背剑。吴氏太极刀的护手与其他的护手不同，吴氏太极刀的护手是万字形，是用来拿对方器械之用，刀柄要比一般刀柄约长20厘米左右，为双手合把使用，刀柄末端的刀环是掌握方向所用。吴氏太极刀套路结构严密，精炼简洁，不以花刀取悦于人，劈、砍、削、扎都是实用，一招一式透出强身防身、竞技格斗的阳刚之美。吴氏太极刀是在传统太极刀的基础上融入了吴氏太极拳的内涵而形成的独特的刀法，既有传统刀法的矫健勇猛、吞吐沉浮的特点，又充分体现了吴氏太极拳轻松自然、细腻宁静的风格。练吴氏太极刀要求做到心静用意、松沉圆活、举止轻灵、动作连绵不断，如行云流水、一气呵成，速度叫太极剑稍快，具有快慢相间、刚柔相济的独特风格。